方向，有什么新的线索吗？还在整理线索。元帅，务必要把每一条线索、人名、地点全部都清扫一遍，不能漏掉任何一个点，不然证据连不成线的话，很容易被他们钻了空子。 不过，老大，还是很奇怪，好多线索连不成线。17年前有很多资料丢失，就算元帅上次去拿了旧的资料，但是还是不够。以前的追踪资料和现在的并不能合并。17年前的案子和我们最近身边发生的当然不能合并。没错。但或许这背后有一条隐藏的线索，只要找到那条引线，也许。 我们就能找到17年前车祸的真凶。还有17年前那个运输公司，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？我听说，是因为这次查到的数据和之前的资料不能并行，是吗？ 我对数字比较敏感，我来帮你吧。曼宁，17年前，我爸爸那件事情是由我爸爸的运输公司出面，在警方那里做交通意外事故的三方调解，并签署了调解协议的。但是这件事情明显就是有人故意指使，我爸爸并没有收到委托金，但是钱既然汇到了我妈妈的海外银行账户里，那么循着这条线索。 就一定能找到汇款人，就一定能抓到幕后的人。你说的对，但时间太久了，我们只能找到汇款银行，并不能查到真正的汇款人，还有委托人的来源。没关系，哪怕大海捞针，只要想找，我们就一定能找到。 您不觉得这个家太冷清了吗？现在难道不是最好的状态吗？不再有闲杂人的吵闹，也没有不该听下去的唠叨。但这还能算是家吗？ 你想说什么，就直说，不必绕弯子。我只是想知道，在您的心里，什么是家？什么是家人？什么是家族？什么又是亲情？你想从我的嘴里听到什么答案？ 是希望我低头，希望唤起我对外面那些人的同情，还是希望我跪下认错，表示悔恨？董事长给了你很多的时间。 就是希望您自己能认真的想清楚。现在看来，他的想法是错的。别拿我爸来压我，在庄家，我就是我。
不属于任何人，也绝不依附于任何人。他只不过是我生理意义上的父亲，更何况现在人已经不在了。现在整个庄家只有我。倒是你，老林，你在我们家已经20年了，该说的该做的你都经历了。如果你足够聪明的话，趁早选好自己的路，别将来路到了尽头才怪我没有提醒你。为什么找不到呢？没关系，太多的话我再让方向输入到电脑跑一遍数据筛选吧。还是我来吧，我能看得仔细一点，而且是我应该做的。那几天你不舒服，我一直没有机会和你正式的说一声。星辰，对不起。那个时候因为妈妈病重，爸爸做了伤害你们的事情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至少欠你们一个对不起。曼宁，这和你无关。怎么会无关呢？他们是我的爸爸妈妈。但当时你只有6岁。虽然我也知道你父亲是当年的货车司机，心里面也有些不舒服，可这些都不是你我能掌控的事情，所以不能怪到你的头上。嗯？星辰，你知道吗？以前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冷酷、特别无情的人，但现在我知道了，你的心里特别的温暖，特别坚定。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回报你跟心妍对我的救命之恩。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吧。我去开门。我去给你们泡点茶吧。哦，不用了，曼宁，我来就是说几句关键的话。你说。你们现在查的这些资料是不可能知道当年的真相的。什么意思？
当年那场车祸，即使你们找到了那份调解协议，还有曼宁母亲的账户，也不可能知道当年的真凶是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当年就没有撞上你父母的车。爸，你在说什么？当年我没有开货车撞你的父母，是有人另外安排了一场车祸，把你的父母撞下了公路。保险吗？可我就这么离开，那不成了肇事逃逸了吗？这里没有逃逸的可能，留在现场和李太后报警，等同赔偿。怎么，你不想帮你妻子治病吗？不是的，我没有干过这种事情，我可以下去帮忙。虽然是车祸，但我不希望有人受伤啊。别啰嗦，做完就该走，不然这个丑事绝不算在你的头上。喂，这种事，但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人安排的第二辆货车撞向了你的父母。爸，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是，我亲眼所见。当年的数据设备不像现在这么发达，那条海边公路也没有监控。他们后来把这件事情栽到了我的头上，逼我和我的运输公司承担下这场所谓的交通车祸。我那个时候很想把真相说出来，可是他们那么的不择手段。我很害怕他们会伤害你的妈妈，还有你。都是我自己造的孽。你妈妈也是在那天晚上去世的。我没有拿他们的钱，匆匆回来了。这件事情，这些年一直压在我的心里，折磨着我。对不起，我真的。等一下，刚刚爸爸说，当年你们的车祸是有人安排了两次。那我当时跟心妍在山路里，也是两次。两次。那怎么办？他们要追。
身上来了，怎么办？快打电话，密码1121。打给谁啊？通讯录第一条第一个，打给我的。半个月前，当年那个人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他命令我从曼宁那里拿一枚胸针。如果当年你的车祸和我和心妍的车祸都是两次的话，那就说明跟踪我的人和命令我爸爸拿胸针的人不是同一个人的话，那就说明伤害心妍的、绑架了你的、还有制造我父母车祸的人不是同一拨人。我们一直把所有的线索全都拧在了一起，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同一拨人做的，但并不是这样。那个人藏在所有人的背后，当有人制造了麻烦和伤害的时候，他在最危机的时刻给予最致命的一击。我的父母是这样，心妍也是这样，连你。我没事，但是星城，我们一定要把他找出来。我们要找出这个躲在黑暗里的人，我们要找出这个伤害了所有人的真凶。没事的，都会过去的，一定会平安过去的。给我一些时间，等我把该做的全都做完了，我答应你的都会实现。我相信你。
无论什么时候，我都会等你。送你个礼物，好不好？礼物？看。是仙女做的粉红星。据说和喜欢的人看到这颗星星，会永远都在一起。你还记得？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得，所以你看到了吗？嗯，我看到了。你呢？秒针滴滴答答，我也看到了，转动的每一天，他一直都在我身边。此时此刻，你还好吗？总在梦醒时候想起你啊，所有倔强在一瞬间崩塌。假如放下一切，反复这场冒险，你可愿意回到我身边，回到故事的原点。谁给你们的勇气啊，敢背着我蓝海一星的新任总裁在这里搞闭门会议啊？啊！我严星城，你又想干什么？你觉得我想干什么？我不管你动什么歪心思，你一个被庄家跟蓝海赶出去的人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召开股东会议？又有什么资格坐在顶层会议室的主席位上？当初你怎么把蓝海一星从我手里抠出去的？今天我要让你清清楚楚地给我吐出来。别在这儿放大话了，把蓝海从我手中抢回去，你有什么本事？有上次那个破章子？别做梦了，没人会承认的。别妄想把蓝海从我手中抢回去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啊？我的表弟，今天我就让你好好看一看，我是怎么把自己的东西拿回来的。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还有蓝海旗下所有的股东，我们已经收购了除我母亲名下40%的股份以外，市面上所有的三股股权，再加上大家刚才签约的联合合作协议书。现在我们手中的股权已经远远超过你和你母亲掌握的集团股份。收购股权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少骗人。可能，现在集团股价正在顶点，你上哪儿搞的这么多钱？你当我这么多年在外面是混日子啊？放下。还有，
哟，今天这么热闹啊！小张总，不好意思，你们庄家的私人恩怨情仇，我是一点兴趣都没有。但是赚钱，我是非常有兴趣的。张总，这份联合声明协议我先收下了，严总，不送。你。 你们也姓程。小庄总在离职前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严姓程，你别得意呀！搞到了投资没什么了不起，卷走了集团股权也没什么了不起。蓝海，我不要了，我伤你了。 但是庄家，你一辈子也别想回来。今天谁也别想走。大洋，严县长，你想把我锁死在这里？我要让你把欠下的债，一点一点的给我还回来。 大洋，明白。当初你是怎么谋划伤害庄心妍，错绑了沈曼宁？你又是怎么算计跟踪放火？没有，严总，这一定有误会。小张总，劝劝，解释解释啊！还说没有？非要我们拿出证据来，你才死心吗？ 好你个大洋啊！你敢背着我做这样的事啊，严行长！庄家凯，过河拆桥，你卖了我，你好不了！你给我闭嘴！什么？表哥，你可得相信我呀，我们可是有血缘血亲的，你得相信我呀，这事跟我没有关系。 妈，严行程擅自组织会议，召开股东大会。对，就是他，就是他们，他们勾结外人，把现在市场上所有的蓝海集团股份全部拿走了。现在蓝海集团已经落入外人的手里了。不仅这样，他们还编造伪证，想把大洋，啊不，想把我送进去啊！让他拿。妈。 什么蓝海集团，我不在乎。想拿的，尽管拿走。我在乎的，只有庄家。
妈，妈，不能这样啊，妈。我只在乎踏进庄家大门的任何一个人，而你没有资格站在这里。带着你的身份和野心，立刻从我的家里滚出去！身份、资格，还想拿出来那份伪造我父母的录音吗？美璇，我没照看好孩子们，对不起你。小姨这么顽皮不懂事，你不仅宠着她，连她的两个玩伴也一同视如己出，让孩子们受伤，是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心妍。以后你真的很有本事啊，连录音的原件你都找到了，可是那又怎么样呢？他们死了。他们已经死了，死在17年前海外那场暴雨的车祸里。死在17年前那片漆黑的深海里。星辰，秒针滴滴答答，转动的每一下，此时此刻你还好吗？总在梦醒时候想起你啊，所有倔强在一瞬间崩塌。假如放下一切，反复这场冒险，你可愿意回到我身边，回到故事的原点？假如勇敢一些，也许在平行世界，我的明天再次和你相恋。秒针滴滴答答，转动的每一下，此时此刻你还好吗？
在梦醒时候想起你啊，所有倔强在一瞬间崩塌。假如勇敢一些，也许在平行世界，我的明天再次和你相恋。我们之间不再是平行线。